然后今天要报告的主题是 real-time small object。 一开始先讲研究东西，那一开始我们想要，因为一开始我们是侦测一个建筑，那原本这一边的小物件它是没有办法被成功侦测出来，那我们发现，在经过convolution和 mixed-round pooling以后，原本很小的物件它有可能会变成一个 pixel， 但一个 pixel 在它空间之间会剩下一个 pixel，那到时候要去 进行侦测的时候，它会没有办法表达出来，而有可能被忽略掉，或者是就消失掉。那下一个是我们希望在一个路口用一个预演镜头去解决一般枪击需要两到三个那个镜头去做整个监控，但是预演镜头它会有一个问题是非常小的物件。 它会有扭曲的问题，还有就是，假如说这边它要成功判成机车，那它在很远扭曲的地方，它也要成功被分类成机车，那会有分类上的问题。好，那我们修改了一个实体网络架构，它是 4Net 的。那原本的YOLO V3它只有 top down 的这边 top down 的方法。 然后我们这边多加了，比原先多加了 bottom up 的方法。那另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在 n 大于二的时候会拉一条线下来，让它会递回去把小物件资讯一步一步的重现回来。没关系，你让他们说，在前面都不知道，所以你要想知道我们怎么做，好，我要听。 那我从这边来，这样差别啊，月落三跟我们的差别。因为月落三它原本它只有做一个 top down 的方法去做 fusion，那我们这边多一个 bottom up， 多一个 bottom up 去做特征融合。然后，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多一个 recursive 这一条线，当 n 大于二的时候，那个它会去 recursive 递回那些 原本的小物件资讯，然后一步一步的把那些就是有可能在比较前这个地方，我跟那些有要选选在选的时候，就是back，包含哪里什么，比如说它的连接对不对？好，它的连接是怎么连接？是全部都连接，还是怎么样连接？然后这个地方大于等于二的时候，大于等于是在做一个recursive，对不对？这个地方有一点heuristic。 那为什么是为什么是二大于等于二的时候可以预测？这个地方在系统上，你如果说大于等于二就做这件事情的话，它基本上是工程师做到。你可能要有一个说服力，要有说服力一个系统性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连接能够放出四台接口，可以吗？对，因为当 n 等于零或一的时候，它并没有办法找 n 减一，因为连接你的时候它会负一。 那他就不会有，就找不到。那数学不让把前面的那是起始啊。他这个地方讲，这个地方讲，在Jun-Wei版本的时候，因为 conference 没办法写那么多嘛。但是在这个地方你要写说，这个系这样的连接是完整，这样的连接是完整，不是 heuristic， 因为要到 n 减一，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必须要是大于等于二的时候才做得出来这个连接，做 recursive。 为什么 recursive 要大于等于二才 recursive？那所有的 bottom up 全部都是 n 大于等于二的 recursive， 原因是因为它有连接。好吧，这个地方一定要写这句话，不然的话好像是自己高兴连起来的啊，这样它就没有一个系统的说法，这是一个系统性的说法，就比较像科学，而不是一个像 heuristic 一个工程师的说法。哇，这个地方一定要说，不然的话我跟你讲，他会问你为什么要大于等于二。 所以你先说了嘛，好，那就到时候，因为它连接的关系，必须要这样做，才能够 general。对，它因为不可能大于等于一，大于等于一没办法做。对，那我们两个都三三来迟啊，我是也三三，我是二，所以这个是够了。
那这篇论文它主要是提到说，一般的部件侦测，它在不同尺度上，它会需要加上 multi scale 的训练，然后在预测上，它还需要有NPN的架构去让不同尺度大小的部件被测谎被侦查出来嘛。那这篇论文它的方法是在特定的 ROI 区块去做 bay propagation， 那这样子就可以替代原本 multi scale 的训练。 那它在 COCO 的表现上非常的好，可是因为它是 two stage 的方法，所以它的速度并没有达到在那个一般的体系上并没有办法达到其实。好，那我们的方法是采用 one stage 的，那我后续介绍的会是特征融合相关的方法。那这一篇是在 Triple AI 2019发布的。 那它主要是，它会在 layer 与 layer 之间，它先经过一个 unit 架构后，然后在 layer 与 layer 之间进行 fusion， 然后最后它还有多加一个是在金字塔之间，hierarchy 之间，它也会做 fusion。那这样子这么丰富特征底下后，它一度屈居于 COCO detection 上面，在 one layer 那边它分数非常亮眼。 但是你要是看一下它这个地方，这边 paper 它的写法，因为它是去过 AI 给我看，那在这一段的写法，它怎么连这件事情，你要去看它怎么写，因为这篇 work 很显然是 scale 那它也是用这样的连接，那你写到你的连接里面大于等于那个 recursive， 还有那个你有一个 bound up 的这样的 scheme 的时候，在写这个的时候，你要去参考一下它怎么去写这个连接。 这部分是这个论文里面最重要的部分，跟之前我们就 conference 版本 report 那些东西最大的差别就是那部分，因为 篇幅 的关系，所以那部分没办法写得太多。但是这个地方，因为你要 build IP， 一定要写paper，你参考他怎么写，或者是其他的 paper 在讲到这个连结的时候，他的写法是怎么写，这个一定要去参考一下，好不好？因为他写法是 systematic， 是用科学的 scientific。 这边就是比较特别拿出来讲，因为它，这边是比较新的佛小物件政策，那它是 ECCB 发表在 ECCB 2018的 PLP 那个。这个地方你就要去看它在做 survey 的时候去写，它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的时候的动机，那种部分，你要去把那个动机的部分拿出来看一看它怎么写，然后再去不是抄它的，你去。 去看他怎么描述这个small object detection 的问题的重要性，看这边。
因为你在你这个目的，你最后application做 small object protection，因为你的连接其实目的就是要让 small object protection 完整。这个地方他一定会写为什么要做这个问题，然后他的动机是什么，然后你去看一下，然后参考他，看他怎么写，不要抄他，不然我们都会出名，世界知名。好，但他提到说原本一般的方法，他是在。 一米之间，他要直接做 prediction， 不同的 scale， 他直接去做 prediction。那小物件就没获得改善。那进阶再进阶一点，就是采用 bottom up 和 top down 的 fusion， 然后去做不同尺度的预测。那第三点就是他的方法，他的方法是采用 spatial parameter pooling， 生成出三张 feature map 以后，将三张 feature map 进行。 排列组合的特征融合，然后最后 prediction 出来。好，那下一个，它这篇比较特别，是它直接在 COCO detection 上面，它直接把小物件的图片抓出来，就是它直接去看说。 code 上面小物件是不是为什么会不好？然后他发现 code 上面的小物件那个训练样本太少，所以他第一个提出是用 oversample 的方法。那 oversample 就是将图片多训练几次，然后第二个是 copy and paste， 就是将一张图片里面的小物件直接 copy 到其他图片上面，让其他图片有很多的小物件，然后进而去训练。那过程中它也可以进行。 或者是各种配置。那你报的时候，把那张网存，他没有把它放上，他不是待会里面，那就放那个网存，他没有。或者是。那个直接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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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上来说，这篇 paper 是这样子。这个地方，因为这个部分就是说，因为那个你要看它去归 transaction image processing， 它是一个很好的期待嘛，所以在这个地方，不管在问题的 definition 一开始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问题，然后 survey 啊 ，survey 通过 survey 了，然后再来就是就是 what 这个问题是什么，然后 why 你主要选择 why 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做一个 survey 嘛，那这个是 survey 的一部分，很尽量把 survey 讲清楚，把问题透过 survey 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讲清楚，然后接下来才你怎么做，然后接下来的写作这个work做完以后，这个实验都做完，这个构建是什么？其实前面你写过很多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刚刚我讲的为什么就是 recursive 那个地方为什么大于左边，二有什么关系？到底是不是 general 的一个描述？这个 paper 上我们背景是到现在在上五篇还六篇还是五篇还是五六篇了，只不过但是我当过 editor 吧，我当过他的 editor， 中国的 paper 过来大概是一百篇当98篇，因为他是乱写。我已经替台湾做了很多次了。OK， 好，很好笑。还有我有两篇，没错，另外两篇。好，那第二阶段是那个，因为我们做测量，录音档嘛，还是因为是陈老师和谢老师的模板。你们怎么参考文献都写错啊？我不想，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没写，没有写出错。还是在这边在说。这个地方，这是训练的一部分嘛。其实那时候谢老师在跟我说的时候，我连逗点句点有没有？我们那时候连逗点句点都有吧，对不对？逗点以后可能弄一个句点。谢老师，我跟他们讲这个。对。还有、這個、昨天我念好久啊。还有在 reference 里面，他的那个就是他的简写或者 CVP 啊，就全部 CVP 啊，他的格式要一样。要全部要，所以你的出处尽量都是要一致的。好，这个部分是你的，尤其像要去。